买到一半中了，太大鱼了！可以按包贴呀，成功。今天不得了，我跟你讲，又不得了了。怎样不得了？三个人再次聚在一起，而且又是暗抛。哦，我们这次挑战的是晚上的。李子，我们要钓算什么？钓白带。白带，你们还在船钓吗？暗抛才是最流行的。那就让我们来 go。我们是去紫菜坪嘛，然后停好车就还要先走一段路，前面会有个地方可以走下去。李子带你们走一下，我带我们走是不是？对，好，我们紫菜坪观光团 ，Go Go！ 哎，是这个吗？该是了吧？这套有插那个哎、欸，对啊，它有做记号。你看有一个三角锥，转进来。我大家都站前面嘞，江哥，我们要去哪个地方？哪里风景好？那里。那边角落吗？好懂。哇，有事。突然觉得这边好好平哦。对啊，这边真的，一开始就。那个坡度那边。没错，好，走。那边就是据点。嗯。这个啦。这个啦，那个。好，对。据点。哎咻哎咻哎咻啊！只好只好。好。然后在天更黑的时候，我们就来围这边钓。你要先做这个祈福仪式。钓白带，先拜海龙王是不是？手要这样啊。好，那我们先准备一下。紫菜坪西侧这边的内湾很适合钓卵石，那在黄昏的时候我们先玩个木虾碰碰运气，等天色暗下来后换到北面钓白带。我们现在正面对这边就是北面嘛，这边的右边一群矶钓的人，那我们就不要离他太近，我们隔点距离，这样才不会跟他们缠在一起。现在去拦木虾。这边丢木虾没有任何反应，所以我们就回据点生火准备晚餐。准备了食物，风蒜。那我们大家就吃。那我们是打算那些是正饵的吗？如果他们有钓到的话，我们再上就好了。对啊，那我们就边吃边聊天。如果食材全部吃完，我们还有秋刀鱼可以吃。好饿。这海边什么都是海味，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哎、欸，简直很娇小可爱，真的，差不多才一手掌大，哎呀，没错，里面我们在钓鱼吗？那就大错特错了，今天不钓鱼，今天吃播，嗯，啊嗨啊，呜，有白带了哎，有，我们有吃的食物了，太棒了，那我们就来爬吧 ，Come on， 翔哥帮我们先探到一只。对啊，终于有一只了，很可爱，刚好啊，现在有开始在咬了。好，中了中了，下，终于终于，全世界聚焦于特别跟你的马奶，啊脱了。掉了，你跟白带之间就缺乏了一个开枪，可惜可惜，再来再来。咬的位置蛮深的，我用20克的天涯头再绑上秋刀鱼肉，这样加起来大概有30克，要撑个15秒的冲下池位置咬的。哇，中中中！白带又一围喽，这个还蛮小只，我就放回去好了。可以按包贴呀，成功！哇，闪亮亮的这个白带鱼。我来介绍一下装备好了 ，HR 的 Skywalker 的海炉竿，它是5P 的铝竿。那 Skywalker 这系列我都很喜欢啊。
当然包括这个海鲈啊，还有暗泡系列，这品质不错，外形也不错，很推荐啊。现在真的是旅干时代，我觉得大家买新干子可以考虑旅干看看。然后就这样子，小天雅，这个是20克的天雅，然后绑上秋刀鱼这样子。操作方式就是顺收，那不然就是举起落下，让它慢慢的在水中飘。下班下班，等等，很棒！今天钓到的全都是两指而已。对啊，我喜欢钓这只。我这只放手好了。有被咬哎、欸！有在咬。有被咬，中间动了动一下。看拖回来到一半中了，超腰！我想说。不然拖到一半怎么？我想拖到一半，你怎么动一下？我想说是掉到什么东西了。好、啊，来了！哦，这边这边，碎了！哥们，卖大鱼了！李大，一定要好好的给各位看一下这只白带。小心不要被咬到、啊！对，要小心，不同凡响啊！他想把它当双节棍了。等一下，我们大家就直接吃它吧。啊，OK。现在大家都已经有钓到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来烤白带，很棒哎，很夯哎。那梨子来吃吧。可以啊，看超好吃的。我来评鉴一下这个暗泡白带有什么不一样。它是个好吃的白带，真的。我拿这肉很白、啊。名家就美了，其实烤的也不错，第一次吃烤的，真的、哦。换农业，换农业，今天的中泡鳃如何？我觉得跟平常吃的不太一样，对吧、啊？它有多一个那个碳香味，另外一种风味啊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烤肉也钓到了，不，烤肉鱼也钓到了，吃也吃饱，吃也吃饱，然后喝也喝足了，然后今天最重要的是找了一票朋友来，真的很开心。大家都说白带好吃，出自于龙之鱼的农业的手。下次帮我们准备什么？下次哦，看钓到什么就准备什么。好，刀。可以。好了，那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，希望大家还来得及，好不好？来钓白带。OK， 拜拜。